Hello，Kenny 姐 ，Kenny 姐，你唔系开紧台嘅咩？我啱啱睇紧你玩呢个 Tree of Life 噶，我已经唔记得咗我上次玩到边度。头先咧，我啊谂住两点几啊开台啊，但系因为食紧晏昼嘅时候咧，我就一路喺度睇紧呢个综艺大热门啊，咁啊台湾嘅综艺节目啦，就系阿吴宗宪佢主持嘅，主要啊，跟住有阿陈汉典啊，有个叫 Lulu 啊，同埋阿欧汉声啊，咁我以前都已经好中意阿吴宗宪噶啦。系啦，即系喺我猜嗰个时期咧，我真系好中意睇。跟住欧汉声我都好中意嘅，系啊。跟住之后头先就一路睇，我系最近先开始睇嘅啫，发觉越睇越好睇咁啊，一路睇。有阵时有啲靓女女，hello JY6871434，喺你个台啲人瞓晒觉。其实我觉得咧，你可唔可以教一教你把声噶，即系你个咪嗰个输出啊？我有時睇你台，我覺得你講嘢好細聲，係啊！我一係要戴耳機，或者係完全喺我間房靜曬，跟住開大喇叭先聽到你把聲咯。我覺得你可以將你個麥嗰個輸出較大啲。我要去邊啊？而家咩啊？出去行下，咁我要做啲咩？細聲係啊！你講嘢係有啲細聲啊！我覺得啫，我唔知道其他人會唔會啊。即係如果戴耳機又冇問題嘅，戴耳機係聽得到嘅。睇下先，我周圍去揾嘢食先。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女台主开台最紧要就系把声要听得清楚，我觉得呢个好重要。其实个台主开台把声都要听得清楚嘅，即系如果有开麦嘅，如果唔系观众听唔清楚你讲咩咧，真系我好唔知点样。點入去啊？呢間嘢，可惜你不是女台主啊！咁樣啊？台主，正常台主開台都要講嘢係聽得清楚，因為咧，我覺得依家正常人睇台啦，即係絕大部分啦嚇，唔係全部啦，唔係話咩正唔正常嘅，就係睇台嘅時候咧。通常都會做其他嘢嘅，係啦，咁啊可能會一路喺度睇下其他片啊，或者有啲一路打機咁樣。咁所以如果你個台咧把聲個輸出太細啊，佢好難搞噶嘛。你個台人聲個輸出應該係要好大嘅，咁人哋一路做其他嘢嘅時候，佢都可以清楚聽到你把聲。我而家可以去做啲咩啊？佢叫我周圍行下喎。打下人啦！睇下遊戲機中心有冇啲咩特別嘅可以玩先。我記得好耐之前係咪用真島咧玩嗰個揸飛機？呢個咦？有龍珠啊！邊度啊？喺度！哇！呢個哇個樣好似我以前個同學啊！陰公喎，叫優咩啊？優咩關美里啊？好似我以前有個同學，我真係好中意睇綜藝節目，有啲好笑。有人就講吳宗憲咧，即係自從離開咗我猜，即係我猜冇咗之後咧，佢喺其他嗰啲節目都冇入半。咁我今日睇翻都 OK 啊，都唔錯啊。
打擊訓練中心哦，呢個係打棒球嗰、那個，睇下有冇得玩先，玩一玩都好喎。咦、欸？呢度都有龍珠。啊！呢、這個正啊，鷹井，好好幾靚女呢、這個。睇下先啊，點樣入去玩噶？有喎、啊。EX 金球潮賽程一次500萬，500 yen 就話啫，黐線啊！500萬，傻咗啊！唔玩，問下先。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睇下有咩獎品。哇！鋼鐵護腿，哇！我諗起咧《數碼暴龍世界一》啦。不知道大家有冇玩過《數碼暴龍世界一》？誒 ，hello 啊 ，C C 姐，《數碼暴龍世界一》咧，咁佢就其中有一個好重要嘅一個系統咧，就係、是、類似 P V P 啊打交咁樣啊，係啦，即係你養完一隻數碼暴龍出嚟咧，咁就可以去呢、這個擂台戰啊打。系啦，咁你只要打到去好高級嘅時候咧，佢就會送啲正嘢俾你嘅。有啲就係進化嘅材料啊！一見到呢個鋼鐵護腕咧，就諗起嗰啲進化材料。組長的球棍。不過其實玩親《數碼暴龍世界一》咧，都正常人都唔會用嗰個進化材料去進化嘅。因為你自然進化咧，就會有能力上面嘅改變噶嘛，即係會勁啲咁樣。但係你食嘢嚟進咧，人工逼佢進，咁就唔會加嘅。除非你本身已經養到隻嘢好鬼勁。誒 ，hello 啊 ，Isaac， 你都玩緊啊？你哋玩到去邊啊？你玩到去邊？咁啊，你哋我啊太慢啦，慢到爆炸。我依家好似先第5章啫。啱啱後面條友又打到我啊！佢哋會唔會 TK 啊？好似唔會喎。我突然間諗下咧，真係好慘啊！嗰啲毒到核爆嘅人咧，我自己咧就好希望喺暑假可以唱下 K 嘅。啊！結果啊，依家放咗都唔叫放嘅，即係由我考完試嗰一刻啦，我就諗住考完試嗰一兩日已經可以去唱下 K 嘅啦。咁啊，考完試嗰一刻到依家咧，都差唔多就快3個禮拜啦。冇人去，約咗啊冇人嘅，完全冇人答我。喺呢一刻我先覺得，原來我係冇乜同我興呢、這個有同樣興趣嘅朋友，好慘！我都係想唱下歌。三好啊，呢個友仔叫三好啊，咁多女女。哇！你做咩啊？通常男人睇女女先會咁樣嘅啫，點解女人睇男人都會咁嘅樣？做咩？咁樣出場型啲咧？定系佢系想俾我睇啊啲女女，做咩要咁样弯低腰啊？真奇怪！啊，我突然间谂起咧，我头先睇嗰个综艺大热门啦，其中有一集个单元咧就系讲紧自拍，系啦，咁就系讲咧依家啲台妹啦吓，咁佢哋自拍啦，绝大部分都会修图啊，即系 PS 啊。我其实都好想知点解啲人。點解呢一個會興起嘅咧？呢樣嘢，因為我覺得好丟臉嘅喎，去改圖，即係嗰啲台妹咧係改到好誇張嘅，有兩個即係佢製作單位揾出嚟啦，唔知係咪做效果啦嚇，佢係肥肥地嘅，跟住佢改圖咧真係改到好瘦好靚女嗰啲喎，跟住擺上網。我自己覺得，哇！你咁樣係一嚟你自己冇自信，二嚟呢啲真係詐騙嚟嘅喎。佢冇諗過，即係佢第日出到去見到人，人哋
望一望佢个样，根本同佢摆上网嗰张图完全唔一样嘅时候，系咩感觉嘅咩？我觉得嗰种感觉系好唔掂噶喎，根本就系呃紧人嘅。二周目啦，已经哇玩太快啦，啊都唔系啊，唔系你太快，我太慢啫，应该系话你同我差距太远。我依家要做啲咩我都唔知道，好似系完咗一个主线，跟住佢叫我周围行下，我唔记得咗上次我玩到边度。咁口血，即系如果我会用 Photoshop 改嘅话，我最多咪可能即系我自己谂下，我有机会用嘅话，可能系改一下啲暗疮咯。即是面上面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，我绝对不会说整大一点的眼睛，如果我用一个女仔的角度去，因为你暗疮这些你真的会没有的嘛，你最完美的状态的时候是就是这样的样子，我觉得小改都没问题，但是那些真的改得不很夸张。啊，又是鹰井喎，咁啱嘅。系啦，你睇下呢啲啊，呢啲就系用完呢个 PS 装甲嘅后果啦。不过鹰井佢本身嗰个装都好浓啊，所以咧，就算睇片嘅时候咧，即系佢只 game 里边嗰啲写真片啊，我讲紧就都系咁嘅样。我現在要做些什麼究竟？哦，再回事務所，等一下看看他在哪裡。我記得是在不知這條街這邊的嘛，是不是？哎呀，死了，已經不記得了。Sorry。等下我睇下有冇印象先。七幅粉红，天下第一番啊，系咪呢度啊？好似系呢边吓，唔系喎，嗰个系真岛，系咪真岛啊？总之之前有一个任务系去嗰边。喂，事务所你喺边啊？事务所呢度有冇写啊？我不会说卡在这个位置那么无聊，是吧？山野井嘛，山野嘛。事务所你在哪里？事务所死火了，不知道欺压波压什么来的，请放过我吧。打人先，预备定单要打大佬。因为太耐冇玩咧，嗰啲格斗技术差好多啊！我自己今朝早咧就玩咗一阵 CS:GO 嘅，我发觉咧，即系我以前玩 1.6 嘅时候，我用追击枪都 OK 嘅。都唔錯嘅，因為以前咧唔知點解啦，即係初初玩我就喺度甩槍，佢甩得多嘅時候咧，即係甩追啊，咁啊嗰個命中率都幾高下，跟住係啦，自從我玩 CS:GO 啦，即係好耐之後再玩翻 CS 系列咧，我發覺嗰個技能已經唔存在，所以咧我玩 CS:GO 嘅時候基本上。我是完全冇用過呢個追擊槍，我絕對唔會買追擊槍嚟玩嘅。係最多係有陣時可能冇錢買槍，跟住地下有一支就執嚟用嘅啫。咁一直都冇玩嘅。不過咧最近佢出咗一個即係類似嗰啲新任務嘅，
咁啊，任務裏面就被迫要玩呢一個追擊槍，然後我今朝早咧就用呢一個輕追玩咗一陣，我發覺，我嗰個甩槍技能好似翻嚟喎，100% 中嘅占卜師，系啊，嗰、那个占卜师话可以睇穿未来噶，而且仲100% 准添啊！吓，边有可能噶？但系咁多人都讲啊，我好想都请佢睇睇我嘅未来添。嗰、那个占卜师喺边啊？地点咧好似唔固定噶，随缘噶咋？听讲佢喺冠军街附近啦、啊，但系咧同佢占卜嘅话咧，即系要俾佢占卜咧，要俾100万噶。咦，100万咁平？哇！边个会俾啊？好搞啊！但系真系有人俾佢占过啊！佢有个会发出诡异光芒嘅水晶球啊，嗰、那个系佢嘅招牌嚟嘅。系咪真系有啲咁嘅人嚟噶？我下次经过嘅时候去望下先。好奇怪，水晶球啊！冠军街啊嘛，即刻去先。反正我依家我都唔知道我自己要去。哎，就喺侧边嘅。又有人俾人打。哇，巫女，你等阵。我。哦，占卜啊！冇兴趣，我唔玩呢啲嘢。唔好意思啊，我对呢个占卜冇兴趣。你要拉下嘅话咧，揾第二个啦。我唔系想帮你占卜啊，傻仔。我系希望你做我保镖啊。咁得意，保护你咩意思啊？我睇落去你都唔似有啲咩危险啊。根据呢个占卜嚟讲咧，我等一阵会俾人打。哎 ，hello 啊，杰欧欧，俾人打，我谂你系俾我打，你再烦我嘅话，以前咧我占卜过咧啲客人，好似有个啊唔满意我占卜嘅结果，对我怀恨在心，所以佢周围喺度刮紧我，谂住打我一身啊，我喺呢个水晶球上面咧睇得一清二楚，边有可能啊？呢啲占卜嘅嘢边有可能中啊？你都批唔中嗰条友，你点会批中自己啊？一般嚟讲咧，你都啱嘅。不过我唔系你讲嗰啲垃圾占卜师，我嘅占卜系100% 会中嘅。好啦，你喺度发咩呆啊？要揼我条友就快嚟噶啦！我会答谢你嘅，只要你好好咁保护我。喂，我自己都唔信占卜嘅嘢嘅，但系如果有嘅时候，我会玩一下咯，睇下讲咩咯。土鬼转 PS4 同埋呢个 PSV 系咪可以连啊？有人话 PS4 同 PSV 就可以连，嗱 PSP 咧就唔知啦。PSV 我都唔知啊，有人讲可以咋？哦，佢话批有个地产佬啊，迟啲会揸兜啊，而家个地产佬唔锯佢。哇，童生咁样嘅，佢话。万鬼烦，你系咪真系会答谢我啊？系啊，梗系会啦。喂，呢个占卜师冇理由 A V 女优系嘛，样咁老。因为啲支线通常都系 A V 女优噶嘛。系咯，老太婆嚟嘅。喂，单对单啊？咁我已经赢咗啦。哇，得个 D 仔血。喂，会唔会无聊嗰啲啊？文章，快啲同我消失！妈妈俾人打，嘿嘿。多谢你啊，我终于都得救啦。
不过冇谂过吓，你嘅预言真系真噶。所以我咪话啦，我系真系睇得见未来嘅占卜师啊！你系咪都系唔信啊？哦，我点都唔信噶啦，我根本就唔信占卜呢啲嘢。真系一个好固执嘅男人啊！不过算啦吓，我帮你占一占啦吓，就当系多谢你嘅谢礼啦。我嘅未来，嗯，系啊，本来我要收你100万噶，不过你帮咗我，免费啦吓，你要多谢我啊。嗯 ，AV 阿婆，哇，好似见到喎、啊。最近我唔記得咗高登定係咩論壇啊，即係有嗰啲類似新聞嘅嘢，就話有2個60歲嘅孖生姊妹啊，日本嘅，佢話拍 AV 啊嘛。Hello 啊，貓魚，今晚玩唔玩啊？今晚可能唔玩，係啦，可能未知，睇情況，要睇下點樣先。Sorry 啊，send message。Hey hello， 卡 wing go go go。哇，可以揀當場離開啊！咁正常玩家都應該會揀俾佢占卜噶啦，當場離開有咩好啊？有冇人有睇過其他台主係揀當場離開啊？我諗緊佢都唔會特別送啲咩俾我啦，佢占都未必有好運噶。其實又不會有什麼、澳門的後面寫著，我現在才看到，試不試一下當場離開就好呢？我最衰沒有記錄，我很想選當場離開試一下，看看會怎樣。你都買了土鬼轉啊，非常好啊，我們真的可以組兩團的了。其實下次我開的時候呢，大家可以約一下機友啦，因為高登又沒有人開 post， 是咯。我的主線就快爆機，未到，不過支線任啫，又有人落坑，好玩啊！呢隻 game 真係唔係講笑啊！佢個主線任啦，你其實只要認真啲去睇咧，其實故事好好睇嘅。佢會做顧問，好高 level。做顧問做啲咩啊？咁啊，咁要啦，即係對你第日有幫助咁啊嚟啦。哇，好似又幾得意喎，俾你占兩嘢啦嚇。你睇睇你，幫你占卜應該幾好玩㗎。嚇死我咩？占卜都眼前一黑。哇，嚟啦！咁我哋開始啦。你將你隻手俾我睇睇先。唔係用呢個水晶占卜嘅咩？唔好啰嗦啦！我要你隻手就要你隻手咯。哇，其實占卜真係幾好啊！男仔學占卜咧，通常都係攞嚟溝女嘅，即係嗰啲睇長相嗰啲咧。即係通常你見嗰啲出去玩嗰啲人，佢哋都會咁噶嘛。你幫你睇下相先，跟住就故意 high 下佢啊！即係捉佢手仔啊！即係睇臉相嗰啲又係，哇！做乜咁有型？等我睇下先。哇！你隻手好正啊，真係好希望俾你攬啊！喂，黐線。啊！你好啰嗦啊，人哋暖手啊嘛，都免费帮你占卜咯，你咪俾我摸一下啦。唉，
咁啊，俾我阿婆抽水，快啲尖啦！好啦，我尖啦。咁你想知道边方面嘅嘢啊？我啊，如果我依家咁睇，其实将来咩嚟嘅啫？将来咪包晒所有嘢咯。你工作你都可以系将来噶，家人又可以系将来。家人就我谂可以包埋恩，包埋呢个姻缘咯。家人啦、啊、吓，因为童生我都唔知佢有咩家人，系咪喎？咪即系得老爹同埋阿锦咯。工作啊，唔使谂啦，你有玩落去，你都知啦。佢之后咪一路做黑道咯。将来啊，家人咧、啊，算啦，我想睇下家人先。咁啊。咁就话俾我听关于我屋企人嘅嘢啦。你嘅家人啊，哇，有自带 BGM， 哇你啊，喇叭收埋喺边啊？哇，我睇到啦，哦，呢个系你嘅亲生老豆啊，哦，原来系为咗赎罪喺冲绳做呢个摔角选手。我睇到啦，哇！你个情况好似有啲复杂喎。系咩？讲详细啲嚟听下啦，唔该。总而言之咧，你同细路仔搞埋一齐？咩？咩话？你话我咩啊？你话我恋童？系啊，佢哋都好黐你嘅添啊！切，呢个系讲紧佢后屘。即系翻去幼稚园嗰度照顾啲小朋友系咪啊？即系帮成摊咁样啊嘛。即系阿瑶系咪啊？佢哋可以系你嘅细路，亦都唔算系你嘅细路。哇！如果要帮你心爱嘅小朋友标一个价钱，你会标几多？我呢个问题几有趣，我觉得，即系如果去问一下啲父母，佢哋会标自己嘅小朋友几多钱，佢哋会点答呢？我几想知道喎，你等下我再睇一睇 message 先。又有戰友，哎呀，同之前 MH 一樣嘅嘛。好啦，我之前玩 PS3 個 MH 都係啊，玩下越嚟越多，越多戰友啊，冇加。我諗好多人都會咁答咯，但係如果一定要有個價錢咧，即係答無價呢啲太大個行貨啦，100亿。100亿买起一个人，老实讲，即系你问有啲父母，如果咁讲啦吓，即系如果依家咧用你条命可以换到100亿，跟住呢100亿咧就可以俾你啲小朋友，俾你嘅屋企人，问你换唔换？我谂其实应该好多人都会噶，系啊，即系调翻转，唔好话你卖咗一个屋企人可以拎到100亿啦。咁啊，當然更加多人會話賣咗某個屋企人可以拎到100亿，肯定會啦。即係呢個世界、呢個社會有好多喪心病狂嘅人噶嘛，或者其實有啲家庭本身根本都唔係咁和諧、咁和睦。你話100亿可以即係可以，你個屋企人可以換到100亿喎。你諗下會唔會換？Hey，hello 啊，福爾摩斯，100万。咩为之屋企人先？未出世嗰啲计唔计啊？即系而家仲喺体内准备紧嗰啲，算唔算屋企人啊？即系每个男人、女人都有啲部分系嚟紧嘅屋企人噶，用嗰啲可唔可以卖出去啊？如
如果那些 一粒可以換到100億的話都不錯。又 skip 你喂，係啊，喂，冇計嘅喎，你個名字粉紅色咁啱夾喺兩個粉紅色嘅人度，我唔想噶，我咁樣望落去我真係睇唔到你啊，李俊賢 ，hello 啊，你又用嗰啲表情符號喎，因為我依家咧就唔係用緊呢個電腦嘅 browser 去睇啊，你嗰啲高登符號即係嗰啲表情咧，全部我都睇唔到嘅，我淨係睇到啲數字咯，睇到個碼，所以咧你一打表情嘅時候，我係會睇唔到你講咩咯，因為下邊個媽媽 kit 勾勾咧就中文字，跟住加個圖案，係啦，嗰個圖案我睇到喎，咁咪會冇咗咯，我都唔想嘅。Hey, hello 啊 ，Bamboo。你仲瞓緊覺啊？你嗰邊幾點啊？100億第一集劇情係噶？你翻903聽醫生 live 啊？再見啦，保重啦。唉，我哋答咩好呢？算啦，用錢買唔到啦。好似話佢第日對我哋有幫助啊嘛。等我哋答呢啲，佢話我哋人渣，竟然即係你覺得你人命係可以用錢嚟換到嘅，咁啊唔幫我哋，算啦，答翻第三個啦。哇，無論係唔係細路啊，我點可能以將呢個人啊標上價錢嘅咧？冇錯啊，人類係唔可以標價嘅。是咩？依家啲 Lambo 啊，啲 model 好多價咁樣啊！但係咩？嚇！我太失望啦！失望？唔可以幫人標價呢樣嘢，係人都知啦。咁行嘅答案你都講出嚟，我真係好失望咯。我係對唔住咯。哇！咁啊，既然我會講嘅啦，係咪？既然我就同你講啦嚇，這個接受你呢个泄露天机，你会养8个小朋友。咩？八个？哇，2:30啊！早啲瞓啦，早睡早起身体好啊。2:30实在太晏啦，其实1:00打后都已经好晏啦。喂，爹哋系咩意思？你喺度乱讲嘢。我只是跟你说我看到的东西，有一天你终于会知道的。我10000多钱啊，什么叫10000多钱先？如果你要我陪你打机打10000，我不会的嘛，我一定不会的。通宵打机实在太累了，除非真的有些好玩到呕啊，好玩到爆炸的 game 啦，如果不是我没什么可能会通宵一晚嚟打機。Hello 啊 ，Henry， 今晚開底線幾錢？你想開咩啊，貓魚？你想我開間房俾你同 Candy 姐啊 ？Candy 姐仲喺咪度啊 ？Candy 姐好似走咗啦。我仲可以繼續問。既然佢都咁答咯，咁我都唔照常理答啦。我問將來先。喂，咁啊，咁你 book 一 book 我呢个10年后嘅我啦，系嘛？培训啊，培训冇问题啊，教你打机，你想我教你打咩啊 ？CS 啊，咁啊要标价啦，呢个真系。通宵唱 K， 我人生试过一次啫，不过嗰次咧就系我同啲中学同学好耐以前噶啦，去呢个海洋公园啊，咁啊 Halloween。咁我哋就夜晚去啦嚇，玩完一輪之後咧，咁大家都唔想即係咁快完。結果我哋就去咗附近啦，一間 K 房，跟住之後就唱通宵 K。唱完 K 之後有冇去食早餐咧？好似冇啊，係啦，唱到去5-6点左右啦，咁啊地鐵開翻，跟住我哋就搭車翻屋企。嗰次係我人生第一次唱通宵 K。是不是呢？想想先，应该是。培训不等于培训，教你玩飞机 game 啊，打飞机的 game 啊。
我打飛機唔勁嘅啫喎，我之前玩 GTA 啊，你係玩邊只 game 啊？你見我打飛機都一般嘅啫喎，揸飛機都一般啦、啊、嚇。做咩啊？咁耐嘅，你唔係同我講我冇將來係嘛？又話我有八個小朋友，但我冇將來啊！嘿嘿，睇到啦。哇！這個時候做替身好辛苦，最後在千年黐孖筋啊！你睇我下幾世啊？咁你吹乜都得噶啦，你我下幾世只螞蟻都得噶。哦，睇到啦！啊，你之後你坐監啦嚇、啊！哇！哦，果然係咁啊！嗯，你幾冷靜噶喎、啊？我都估到我自己有朝一日會入監倉慢慢玩嘅。點定義打飛機啊？唔知啊，你玩 GTA 你一係就係用槍射，一係大炮射噶啦。唔係你仲有咩方法可以打？成日歪炮，係咯？你琴日睇我啊，琴日有睇我哋玩呢個《土鬼傳》都知啦。我開大開咗四五次，全 miss。全 miss 啊！哇，又嚟出个谜语喎！哇，如果你嘅好朋友咧身陷险境啊，能够代替你嗰个好朋友就只有你一个人。喺呢个时候，你觉得你会点做啊？我又要问，劣驾飞机，艾哈罗话撩命，九四一一九。睇下先啊！試著用金錢解決，讓好朋友孭起責任，自己嚟代替。咁我搭第三副算啦。即係有錢解決，做乜要自己咁辛苦啫？嚇、啊！哇！我會試住咧呢、這個用錢啊去消災啊！啊，畢竟喺呢個世界上啦，錢真係可以解決到好多問題嘅。原來咁啊！呢、這個世界咧，的確係用錢嚟運作嘅。用大炮咪好易爆，系啊！我又失望啊！你玩晒啦吓，嗱你，你讲咩用钱消灾啊？呢啲系贪官先会讲嘅嘢啊！你不如啊，去将嗰啲贪官全部杀晒佢啦吓！我谂日本应该会可以重见天日噶。喂，你咁讲系咩意思啊？我对你太失望啦！用杯打都得，咁啊睇你示范啦，福尔摩斯，我唔知咩嚟嘅。工作啊，冇问题啦。喂，佢又话帮我 book 一次嘅 ，book 过三次喎，等阵佢要唔要收我啲额外费用噶？要我用身体嚟偿还噶。虽然我都有钱嘅。哦，哇，好辛苦啊！呢度系咪福冈嚟噶？哇！你唔开演唱会？咩叫逃离演唱会啊？哦，你揸住个方向盘咯、啊。哦，讲佢揸的士啊，后边。总理大臣，总理大臣，做咩要逃离演唱会嘅？司机啦，我知我系司机。唔通我做咗司机啊？黐孖筋嘅。冇错啊！你答啱咗啦，你第日系揸的士噶。咩？吓？唔系啩？揸的士？应该系啦，我睇到你未来咧戴住顶帽啊，车上面写住空车两个字。你系咪乱咁吹啊？我谂唔到我第日会揸的士啊！唉，话知你啦吓，总之我啊睇到啦，唔信系你嘅事。啊！不過你第時你揸車嗰個技術 OK 喎，你可以去秋名山練兩年。哇！我真係諗唔到，原來我第日有機會會送豆腐。你唔係唔信我係占卜係嘛？唉，呢條友肯定喺度亂吹。走。你攰啊？我只係將你將我睇到你嘅嘢咧講俾你聽咋，你唔好怨我啊。
專登整個咁樣嘅姿勢。揸的士，跟住俾小朋友圍住。你嗰陣覺得好得意，你講揸的士。我都冇白金到啊！我玩完成個故事之後，我就賣咗啦。因為嗰個係日文版。喂，阿邊位啊？係咪有個龍字啊？唔記得咗佢叫咩名啊？哇！畢業，上次真島見到你，你先喺度偷人底褲啫喎，做咩無啦啦畢業嘅？哦，後面是會有他的，我不知道，玩五的時候好像沒有那個金毛仔。哇，已經有個靚女女了。喂，怎麼搞啊現在？我不知道我主線要做什麼，他沒有告訴我主線要去哪裡。為什麼會這樣？我已經忘記了，是不是這裡呢？不是啊，這個是學東西啊。這裡？也不是啊，這個是打拳嘛。一招啦！今次真系一招啦！有冇人記得咧？山野井喺邊啊？山野井，我而家揾唔翻啊！山野井，記個靚圖先。我突然間覺得咁肚餓。如果知道嗰陣啲歷史，維新我都冇玩到。左邊中間啊！哇，貓魚你咁都記得嘅，多謝你，即刻去先。我而家揾唔翻個主線，叫我出嚟行，我行咗好耐啦。左中即係呢邊啊，有啲向左行。係咪揾 office 係啊？佢嘅辦公室啊，玩到唔鬼記得咗啊！超勁下，喂，四個㗎，原來挑人啊！哇，喂，點解我覺得童真好似虧咗嘅，定係我虧咗？喂！黐線啊！我從來未試過咁樣俾人屈機嘅喎，通常我屈人機嘅啫。阿美啦！喂，等等啊，個 chat room 無啦傻喎，無啦 reflash 嘅。做咩啊？做咩啊？做咩啊 ？Sorry 啊，等我睇下先，发生咩事啊？断咗线啊！冇断啊嘛！落一条街，明显系我亏，我谂应该都系。喂，食烟喎，童真，落一条街。试过嚟咧，睇下先吓，顺便食下鱼啦。哇，好肚饿啊！我见到佢呢啲嘢，我好想食嘢啊！而家，Hello 啊 ，Gary，
啊，好好食啊！我好肚餓真係。喺開台之前食個蘋果先，周圍 hea 下先。我 hea 咗咯喎，已經去咗好耐咯。快槍手好低功，係啊，我知道啊，但係好玩啊嘛。點搞啊依家？即係我依家翻到去係未有劇情做住先嘅。要睇 call 機啊，咁樣嘅咩？出口？邊有人個名咁樣噶？咩出口啊？哇！兩件啊，一嘢。你冇錯，百合酒隔離頭先嗰條街，哇，好食碗喎！等我睇下可唔可以翻去先。呢度？咩？你叫入口啊？咁唔打嘅，我拱我啊！哇，点啊？打唔跌嘅？啊！啊！阻我出擊啊！你好，等我出多啲唔同嘅招嚟打呢條友先。喂！黐線啊！咁快嘅呢招？喂，屈機啊！喂，你小怪冇理由咁樣噶係嘛？算了，不玩嘢。我俾个小兵咁样屈咗半大半条血喎。食下嘢先，系打埋你先啊！人。Hey, hello, Andy. 復光啊啦！点解睇亲我个台都有菊花？其他人有冇事先？好似一直都系得你有事啫喎 ，Gary。我已经特登校低咗噶啦。我今日开台前我就系谂起啊，你啊成日都菊花，跟住我校低咗个我个上传率，然后再将个画质再校低少少噶啦。然后我再转埋 server 添啦。之前我系用日本噶嘛 OBS， 跟住我今日转咗做。香港 server 齊人啦，土鬼啦，我人中已經落後好多噶啦，仲未玩啊，人中個個爆曬機啊，我仲喺第五章，
我都好想快啲玩人中玩爆佢，拖太耐啦，冇人会睇噶啦。除非你系过咗一排，跟住之后再玩。等先啊，呢条定呢条啊？八合啊嘛，你话八合侧边啊？佢系真系中文写住八合定咩啊？我唔识睇日文。冇啊！等你自己摸索一下只土鬼转先，记住啊，主线最好咧，真系慢慢睇啦，睇下个故事啊，几好睇嘅，啲女女都几正，你都想快啲玩完土鬼啊？我都想嘅呢个又，之后拎去整，好啦，等一阵玩啦，你俾啲时间我玩多阵先，至少我过咗个主线先啦，今日。玩了一个支线咋，主线喐都冇喐过啊！依家我都唔知做乜鬼。系喺边度啊？八合酒馆系呢条街啊嘛，定系下边嗰条啊？咁冇嘢嘅，定系真系佢要我做多几个支线啊？佢又唔俾个感叹好我，我都唔知边度有支线做。救命啊！哎 ，Hello 啊 ，Terry， 人中加明，好彩你个中后面冇多一个字啫，即系啲人吕布中间会多一个字啊嘛，讲吕布嘅时候。哇！周围行下睇下。当系揾龙珠咯，前半故事、后半故事又好正，角色设定又好啊，但系烂尾嘅。啊！大家都着白色裤，不穿。我睇到不方穿裤。古田啊嗱，都唔係特別多嘅喎，草氣都廢嘅。掉嗰啲盤入去。貓魚啊，你講嗰條街係邊條啊？冇理由我咁耐都未可以翻去交任嘅喎，唔係呢條咩？印象中就喺呢度附近。今集人中可以叫做真岛系个好人，左边铺啊？八合酒嘅右边，我再夹夹下。哇！有人识飞啊！有人识飞啊！点解会有人识飞嘅？我都话呢只 game 有好多超能力人士啊！你睇下，围观都有人用超能力嘅，你睇下喺空中漂浮啊！哇！我都想学喎、啊，我识飞嘅话打交仲唔赢？屈人机啦，可以。冲个泡泡浴先，边度有泡泡浴冲咁正？哇，你睇下，
哥仔，你打咁耐都冇见过识得超能力嘅人，我可能遇到啲隐藏嘅人物啦。系咪我呢一场打得好好睇睇，佢会落嚟咧教我点样飞啊？即系教我呢个武空术。迟下可能会遇到咧啲背脊有龟嘅龟壳嘅人，佢教我龟波气功。踢你个粉墙！踢你个粉墙！诶、hey, ，Hello 啊 ，Elmo， 好耐冇见啊 ，Elmo。右边嘅百合酒，边个系百合酒啊？百合酒？边度系百合酒？如果嗰系敌人嘅话，咁啊大镬。啊！呢度咩时间仲未过啊？竟然系黐线！咁我要做啲咩啫？依家 OK 啦，我未去得，未翻得去解呢个主线。咁我周围兜下啦，有啲咩要我兜啊？支线都解得七七八八啦，系咪啊？順便上去換下嘢先。誒，啱啱話咩泡泡泡泡浴啊，係咩嚟㗎？我想去睇下喎。玩電話，我想玩啊嗰、那個。我之前睇 Alan 玩好似幾正。住先，点解好似系咁闻到食物嘅香味？啱啱猫鱼同你 say hi 啊，即系你开台嘅时候。话叻机啊 ！FPS 骤降，泡泡浴系咪有雷雷嘅 massage 啊？咩嚟噶？有嘅咩？我又要去喺边啊？请问即刻去，又系呢啲打极都唔会瞓低嘅人。Poker face. Can with my, can with my. Now he can with my poker face. 电话卡，我有啊。哇，冇。呢度肯定有龙珠汁啦，周围兜下先。呢个好有可疑嘅人啊，精力哥，咦系喎，好似系佢嚟嘅，哇，吴宗宪啊，呢条友咩料啊，嘿嘿嘿。哇！一睇就知呢条友有问题啦，唔想理佢。喂，我问你啊，咩料啊？电话卡你有噶啦，系咪啊？吓、啊，好啦，快啲俾我睇下啦。哇、啊，嗱，俾你咯。哦，唔错喎，哇，哇，好啊！哇，即刻嚟个！你个招牌舞先，哟呼！啊，好啦，我睇到啦。哇，原来系咁嘅。喂，你头先做咩啊？
问我做咩？咪睇卡咯。知啊。唔系啊，我系问你睇到啲咩，仲讲原来系咁啊。哦，嗰、那个啊，我咧净系睇女女相嘅啫，系咪啊？哦，唔系唔系，我知噶啊，有女女嘅相咧，我可以睇晒佢所有嘅嘢。吓、啊，睇晒佢咩嘢啊？嗱，你睇下，只要你望实啲女女嘅相，加啲 FF 嘅元素，啲衫系咪越嚟越透明咧？吓、啊，系咁嘅咩？啊，系啊，你睇呢、這个女女即系裸体嘅样啊、颜色啊、形状、大细咧，我一睇就知道噶啦。我哋啊，唔系为咗去确认嗰啲女女嘅身材啊，系咪同相一样，我哋会直接去睇嘅咩？喂，我唔系喎 ，sorry 啊，我冇嗰啲经验啊。吓，你系青头仔嚟噶？系啊 ，sorry。唔通你哇真系咁问，真系咁问嘅？咩？喂，你唔好侮辱我啊吓！唔系啩？超过二十岁都未破处？哇，估唔到有人二十岁都仲系冇经驗。哦，佢叫秋本喎、哦。哇，產生咗基本啊！佢喺邊啊？大青頭又做乜？頭又做乜？冇女女有罪嗎？死你個女！誒 ，hello， 多謝你啱啱我啱啱嘅意見啊，唔係啊，純粹我都係為咗自己嘅啫，因為我真係聽唔清楚你講嘢，我最中意就係聽人把聲。听唔清楚我都好唔舒服，就快我都就快可以升做嗰啲大魔法师嘅人咯。吓嚇！嬲啊！头先俾人话我青头仔，青头仔啊！哇，劲啊！青头仔啊！青头仔有错啊？啊？青头。啊啊！喂喂喂！你青到个名都青咗啊！寻日有得拣。哦，哇！你哋有得实习咁开心啊！好似好開心咁喎，你哋。你要做專題，即係係咪 final year project 啊？傳説中嘅，即係畢業要做嘅 project 咁樣。model 史，大 model 史，咁啊好咯，第日可以做下阿金道夫嗰啲。你又可以大大声咁攞住碌杖同人讲 ，You shall not pass。啊，喂，打到噶，霍格华兹校长。咦，猫鱼点样转你个名个颜色噶？系咪就咁转嘅？我玩咁耐我都唔识。喂，咁多人要打嘅，好似行嚟行去都系喺呢间店附近。我想试晒呢一个地方嘅嘢食，乌龙茶啦，我饮。
大魔神，你要入妖精尾巴。哎，我挺喜欢看的妖精尾巴。不过我看了一排没看到了。看看先啊，我现在可以怎样兜法呢？向前啊，好像最顶的位置未好。妖精尾巴有 Lucy， 是啊，挺正啊 Lucy， 即是这个角色。左下 chat room 的 option 有的，是的。因为 我自己的名字就是蓝色的，很样衰，试下改一下。我的英雄学院是什么来的？你说好好看嘛。高高冲啊！靓反击个靓仔，你收皮先，好啦，再见啦 ，Kenny 姐。哎呀，点会咁噶呢招？白痴喎，你储完气都可以俾人吸到技嘅。我觉得佢个平衡真系做得有啲差，呢个快枪手边有可能咁渣嘅啫？妖美 Wendy。亚修罗，我男朋友都有睇。亚修罗系咩嚟噶？妖美动画播紧嗰篇有茅野爱衣配奸角。萝莉。你变唔翻咩嘢？变唔翻？变唔到色？我啊未试过啊，我迟啲要试下先。但系猫鱼变到啊，头先。中西啊，呢条友叫。中西合璧，喂！台主有冇玩地产未啊 ？Hello 啊 ，WCWK， 我好初期嘅啫，依家仲系，我喺第五章咋，第四定第五。哇，冇嘢发生喎，搭的士係搭去边㗎？切，我仲话可以搭去第二个城市，搭去搵真岛啊！唔係喎，粉紅大街成日嚟嘅，所以啲我冇乜點去過嘅地方，執下龍珠。どうですか？いや。え？マス。お。地下城求邂逅。咩係地下城？耶，有啊，有閃卡。哇，唔得啊！呢个咩叫臭利狗啊？咁核突嘅个名，系咪读个臭字啊？臭利狗，好熟啊！呢三个字，好似喺第二啲地方听过。白金在望啊，你实可以啦。等等啊，问咗人先。哦，呢个系储闪卡嗰个。
哇，好痛！臭脷狗。这个女女的名字在高登见过啊，是喂，白金土鬼，我对白金这样东西没什么特别的，即如果我是真的喜欢到爆炸那些 game， 我才会去想想白金。其实人中和土鬼我都很喜欢的，不过不知道为什么我没什么想白金他们。人中啊尽量啦，不过白金那些都是我自己的东西而已，我不会开台白金。喂瓜啦瓜啦，喂为什么这两条友配合得这么好的，之前那些不是这样的，站在那里给我打而已嘛。究竟我依家要做啲咩，佢先可以俾我继续主线啊？啊，我开台开咗一粒钟啦，冇喐过。几粒西？二粒西。哇！一一。你仲有好多武器要整。なんという味だ。上次唔记得讲我又换碌啊，换咩碌啊？我冇啊，我有换过咩？你唔会强迫自己去白金赢 game， 我都系啊，我唔会强迫。哇！做咩有条个傻仔瞓咗喺地下嘅？哦，耳机啊，哦，哇，好耐咯喎，系咪啊？好似换咗好耐噶咯。你有 OCD， 只猫咩？只猫啊 ，Hello 啊 ，Frank 张，好似停喺度就会有提示，唔系啊，有啊，我有提示啊，佢叫我周围行下，就系咩叫取用啊？吓，啊！偷佢钱啊！咁都得嘅咩 ？Hello， 八哥。Hello， 喂，停！我不知道童生怎麼打好，童生太渣了，都 OK 的，都是很慢，不過都未嘗不是一個辦法。是玩家咁鬼少嘅，好多招都挡得噶，用流纹可以挡招，咁噶。
拍一拍先。但我唔中意用其他，我唔中意用其他模式喎。喂，边有可能啊？唉，死啦今次！我谂我食晒啲嘢，我都打唔赢佢。哇！我一跌咁满血喎，冇啦咁样。喂喂啊，现场观众你做咩啊？顶住晒啊，如果唔係现场观众顶住我实避到啦。磨到七点边有咁夸张啊，就死啦。喂喂喂啪就係咁啦，就啪啪啪。扣咁少嘅，啪啪，喂，扣太少啦，啪啪，好似喺度打丧尸啊，好似玩紧败咗哈实哦，喂啊，招啦，流氓啊，好，喂，点解咁样你都会中啊？低能。用错玩具枪，我系冇其他咯。入错 BB 弹，有可能呢、這个，我睇下先。呢、這个，哎系，真系模型枪嚟噶 ，IB 啊。哎，咁错啫，咁错啫。喂，都系救我好少喎、啊！我唔用好喎，用低 B。啊！哇！芝麻筋呀、啊！救命呀、啊！唔好咁样对我啦！嗰几百万，你要我打到咁鬼辛苦？几百万咋，打到咁辛苦，我用阿珍岛打一亿嗰个都冇咁烦，冇咁难打。我觉得童生真系我觉得一般嘅喎，唔系咁劲喎。珍岛劲好多喎，嗰个模式。可能我未揾到童生有咩劲啊。Elmo 自爆 Instagram 啊！等我练下第二个先啦，快攻手真系单抽又好用咯。啊，不过系单抽啲正常嘅对手啊，讲紧。
喂，原來勁咁多嘅一流文。喂，有冇搞錯啊？勁咁多嘅一流文。我一直喺度用個快攻手，諗住好爽快添。原來流文都好爽快嘅喎。切，招啦，我唔用啦，以後都快槍手。我去 Seven Eleven 買壽司食先。是不是下面這個有啊？是不是這個沒有啊？在哪裡呢？這間啊？喂，直行。好。不批准都沒有東西看，批准了有些什麼東西看先？你有沒有？你可不可以簡介一下？等下我看看有沒有升下我的人先。好猛，哇，原來我都升到七七八八的了，你看再升上去都是那些幾千萬的。哦，好機喎，不怪之那麼多。批了就有你的相片，那當然知道是你的相片啦， Instagram 不是相就片的啦，什麼相片啊？有沒有一些特別系列的相片啊，姐，我的意思是。啊？做咩事啊？发生咩事啊？特别系列系啦，我就系想知道有冇啲咩特别系列啊？哎，正啊！诶，寿司咧？四五六七八九，十個夠啦。Hello Rebecca， 火爆浪子正正正三角完美屈 boss 啊！我係噶，真係噶，我等陣試下先，揾啲僆仔試試先。但係打咁多下，打咁多下會唔會有眼值噶？因為我依家最中意就係一下正方一下三角喎，用快攻手就可以咁樣屈咯。试下先，我好似冇升过火爆，系啦，火爆冇升过，升下先。accept 咗就有电话卡啦，咁正，系咪架 Elmo？猫鱼讲嗰招技玩到好爽，阿毛又玩下啦。Elmo 電話卡啊！我都想喎，我都想要喎。二百三千三千，用下個火爆浪子先，睇下值唔值得升落去。咁我依家做咩好啊？又我周围行晒咯，啲龙珠得咁少嘅，我系咪有好多地方冇行过啊？冇咩仔系会铺片上去啊 ？Instagram。post 片唔係 po 係咯 po 嚟做咩先啲片？哇！咦，好似特別啲喎呢個咩嚟㗎？九檔喎，睇下先。正正正三個，哇！正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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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正三個正。正正三角，哇！
好暴力噶、啊，原来即系佢系真岛嗰个强攻手嚟嘅。不过佢系太近啦，佢太近身啦，冇真岛咁好用，我觉得。龙珠要执咗 A B 先会出啊，跟住再出 C。我就系想执啊嘛，即系我嘅意思系好耐都冇执过嗰啲嘢，咁啊，不如打下。打下拳啦！我依家翻唔到去主线啊！我唔知道做咩事。我顶，冇拳都唔俾我学，咁我可以做啲咩啫？依家周围坐强扶弱咯。呢个毛正好多啊，都唔错啊。等我睇下可唔可以有冇啲快啲嘅招式用？好慢啊！啊、我唔係咁中意啲咁慢嘅，你睇下，一攝喺中間啊，俾人屈機啊！我依家未升過又會俾人屈機，哇！成隻牛咁樣，打圍牛打波士好好用，又有一個寶石。救命啊！我而家要做啲咩啊？我玩咗两个钟啦，开台开咗两个钟，我都仲未解到主线啊！应该可以啊，我去睇睇啦。但系 boss 战成日都唔俾用火爆浪子，吓、啊、会禁止你用嘅咩？咁搞笑！猫鱼嘅打法未必啱我用，都可能嘅。每个人嘅战斗风格唔同，男神先用得嘅火爆浪子，咁我用翻呢个烂仔猫算。未到啊！你睇下，黐线我玩咗两粒钟，佢都仲未扫完。你喺里面扫啲咩？我已经绕成一周啦。要我做啲咩呢？究竟？是不是筆咗？不是啩？那我不玩的了，人中之路不开台玩咯，我第日得闲自己再玩翻算啦。收完音仓冇嘅。我觉得烂仔猫爽快啲喎，我几中意嘅。好啦，决定用你啦。哇！你睇下又可以反击，哇！正，我中意烂仔毛，做下支线，我头先做咗好多个支线啦，我头先做咗好多个支线啦，已经冇啊！咩感叹好问好三角咩咩咩乜鬼都冇啊！你睇下 call 机，好睇下 call 机好冇，新嘅一个。啊！真系要睇 call 机啊，福尔摩斯，多谢你。佢系要你睇 call 机啊，低能噶、啊。搵个人打先，嬲啊！白痴啊！睇乜鬼 call 机？我喺门口嗰度啊！咁佢都唔咩嘅，頭先已經翻過一次揾佢啦，佢都冇叫我可以，竟然要睇 call 機，電話卡插咗喺
墙上。诶、欸，哦，哇！呢、這个系我第二个觉得靓嘅囡囡喎，有田彩也香、哦，个名几好听添。系啊，果然系福尔摩斯，几靓喎呢个。第二轮啲目录唔计成。喂，呢、這个几靓喎！哇，唔得啊，佢几时有嗰啲片啊？我想即刻睇睇佢喎。我想快啲睇睇佢啲片。扮唔识，我系唔识啊！真系。喂，突然间又有啊！你咧喂，彩亚香。哇，呢、這个边位啊？哇，咁 sexy 嘅。阿布奶美狗喎、哦，呢、這個樣子都 OK 喎、啊，我都講噶啦，呢一集咧佢揾嗰啲女優啊，全部短頭髮嗰啲都係靚噶喎，反而有啲長頭髮嘅個樣係一般。有田要玩電話啊！慢慢去第日。出到咩？幾時收台？哇，其實七點咯，我諗七點啦。哇，咁多人嘅，喂。我覺得呢招都可以攞嚟屈大佬喎、哦，正正三角，唔係喎，係正三角，直落土鬼啊！唔使食飯啊！屌我唔使食飯，我可以啊，我要食飯，好肚餓啊！我頭先三點幾已經開始肚餓啦，已經一路忍到依家。唔知漫遊貓有冇得做支線？佢有一套扮租屋冇錢交，跟住俾包租公啪啪啪。哇！你真係好似乜都睇過喎，你做嘢。哇！咩性工作人員啊？哇！呢度有一個女嘅性工作人員喺度喎。哇！依家招募緊咧呢個參加軌道車，即係四驅車啊！哇！終於可以玩四驅車啊！要唔要嚟比賽呢？啊！呢位大哥啊，你要唔要你呢个参加轨道车比赛啊？我哋招募紧呢个参赛者啊！轨道车比赛咩嚟噶？轨道车比赛咧，就系帮呢个模型车加上马达啊，跟住用嚟比赛呢个竞速啊，好受大人同小朋友欢迎噶。大家咧就叫呢啲叫做轨道车比赛。哦，轨道车比赛系咪？系啊，系轨道车比赛啊！嗱，呢个就系比赛嘅会场嚟嘅。呢个系咪都系 A.V. 女优嚟噶？唔似喎个样。哇，有只鸡喺嗰度喎！果然系女嘅性工作者啊！嗯，你一定要入去睇下，你会中意呢度噶。哇，正啊！好想玩啊！四驅車唔理啦，其他嘢入咗去先啦。等等先，寄個靚錄先，我驚等陣入去咧，俾人摸光珠啊！你唔似得有啲禽獸扮冇睇過，我真係冇睇過啊！嗱，我啊認嘅，我係禽獸，不過我啊冇扮冇睇過。真係冇睇過，我唔識佢，識鬼咩？哇！全部都小朋友嚟喎，喂，女女你著裙，冇貓喺度。哦，呢度就係軌道車嘅競技場，原來係咁，好似好受歡迎咁。哇！哇，主持人啊！哦，哇，新仔仔喎，你係咪第一次嚟呢度噶？上亞密進龍
哇，这个人乜水啊，佢着得好奇怪啊。哇，连啲音乐都好特别，好正。啲细路点玩得起，佢哋嚟睇嘅啫嘛，系咪啊？王我系轨道战士，轨道车战士啊，亦都系呢度嘅柜台人员啦，仲兼埋呢个做主持啊。哦，呢啲嘢都有得直播嘅咩？做主持，喂，梗系有啦，我嘅播报咧比呢个比赛更加激烈噶。喂，话时话，你边位啊？我系同新人马。哇、哦，今日开始你就系阿马啦。马？系啊，我哋呢度咧会直接称呼对手个名噶，所以你系阿马。哦，原来系咁噶。嗱，第一阵咧啊，我哋就要咩啊？你是不是都要一起做这个轨道车战士啊？你是不是不太了解他呢？啊，是啊，我没玩过。改造车啊，乐趣是。喂，快点啦，我想玩啊。哇，那个死奸商，你看他的样子。通常隻手会这样摆那些都是奸商的。准备洗劫我们啊，想。呢度都有龙珠啊！黐线啊，俾小朋友睇到仲得了嘅？哇，有穿千街，咦，今日执嗰啲都几靓女喎！呢个好似都 OK， 哇，有啲似咧黑杰妹嗰个妹妹啊，唔知道大家识唔识？台湾咧黑杰妹有个叫妹妹。哇！你睇下人哋几开心，带囡囡一齐嚟睇嘅。我从来以前中学冇试过同囡囡一齐去参加啲咩特别嘅活动。喂，唔俾我行过去嘅，我以为要同个奸商倾偈添。隐退咗啊！咁惨。耶、yeah, ！一马。嚟啦，快啲啦！点样玩法噶？我想知点玩喎、啊。巨人虎，哇！我哋有靓车啊！强力嘅马打，失忆。我以前细细个都好中意去收集呢啲零件咧，谂住自己砌车啊。火焰猴，你唯一有开真岛俾兔女郎三佢。着再沟佢啊！你唯有咩用啊？咁样，哇，可以自己揿噶，注入钢筋，跟住仲有冲刺，点玩噶？注入钢筋，冇嘢嘅，喂，冇嘢喎，喂，我咁慢嘅，哎呀 ，skip 咗添。即系嗌口号叫佢出绝招嗰啲啊！哦，即系转弯就要小心啲嘅。吓？转弯嘅时候咁圆圈啊？咩时候先要注入个钢筋啊？星红，但系呢啲都系要有钱先玩得噶嘛，咁啊唔使搞住啦，系咪啊？我睇下可唔可以再参加先，500万，揿一揿改造睇睇先，哇，好样衰，超样衰。
哦，佢都系计 course 噶。光滑嘅轮，哇！加速度，但系其他嘢降到咁样嘅垃圾嚟嘅，基本上黐线。加速力降。你都是落街买饭先，我都好想啊，我都好想食嘢啊，好肚饿。我参加一次睇下先啦，跟住之后走啦。我500蚊，吓死我！一定要有必杀技，冇啊输紧。以前啲四驱车有必杀技嘅咩？自定啲咩啊？開始先啊，我唔係好識啊。總之撳圓圈就係佢就快飛出去先撳嘅，跟住平時就撳三角加速啊嘛。哇！好核突啊！只不過我架車有個正方形掛住嘅。冇翻譯嘅呢度。冇翻譯嘅呢度。冇翻譯嘅呢度。哇！最右邊嗰架好似麥林浩喎、啊，哇！贏啦已經，唔使 push 都得啦，如果落，唔好飛出去啊！咁點樣停噶？哇！我已經快人成個圈喎，誇張！飞咗出去就冇噶啦，飞咗出去。咁惨嘅？去啊，麦林浩！赢咗啦已经。哇！有几好玩哦、啊！嗯？点数玩家可耻，我去货金先。唔系啊，佢都唔俾我行过去，点样货金啊？啊，有喎、啊，咁样过嘅。哇！嚟啦，我哋货金啦，正。すみません。睇下先啊，可以咁平嘅？咁平啊，买乜鬼都买啲咯。下边嗰个分数系做乜鬼啊？哦，儲零件，非法嗰啲要抽嘅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哇，俾我有一掃而空啊！你睇，我重貨玩家嚟嘅，有得貨金啊，即刻過。還快啲啦，做乜鬼？希望我臨收台前可以玩一個主線啦，唔玩一個主線真的很不舒服啊！我已經很慢噶啦，最重要是咩啊？冇新片啊嘛，個主線咁慢，邊有新片嘅啫？每次都是看下鷹井嗰啲咩？开头系会有 discount 嘅，系啊。
不过都是照货的啦。终于可以继续主线啦！唉，有女女啊，应该嚟啦啩，有新片啦，系咪啊？童生先生，秘书のマリナです。你好啊，我系茉莉奈啊，系啦，呢个系其中一个啦，我有你嘅片喎，不过。不如飞快啲好唔好啊？哇，秘书姐姐，哦，这个就是金钱岛。之前 OffPC 话可以拿来赚钱的嘛，几靓啊！就咁睇佢呢个样都靓，即是游戏里面的角色。喂，冇喎，睇唔明喎，听唔明喎，你可唔可以私人同我补习下？我唔鬼记得啊！哇，呢度都有闪卡，啊唔系，呢度都有龙珠，喺边啊？喺度。边位啊？唔要啊！搞房地产，我又话揿三角嘅做咩啊？啊，又话揿三角嘅？哦，我睇下点玩嘅先。有冇人可以简单介绍一下点玩嘅呢个？咩叫0110-1啊？好似呢个好啲。加两多先。いい店になったな。你金钱岛咁圆圈，最左系一开始嘅能力，叫鸡眉冇啊，边有啊？有我一早去咗啦，一路做变类啊，能力最右最向右，2110-2110。即系我依家冇嘢搞啦，系咪啊？お前に任せた。冇啦喎咁。ガンガン稼ぐぜ。即系我依家系开店嘅，我依家系得一间店啫。咁我点样去买啲新噶？拣店，拣人 upgrade， 拣人做嘢。正數就好嘢，負數就唔好。每一場就會向右移，咁幾時先係一場啊？
因為我冇嘢做，我得閒都係咁玩下先嘅。好似 off PC 話玩到不能停手啊嘛。幾時先係一個回合啊？取得喜受喜燒村中點點點買啊？即係去買鋪要直接行出去啊？收一次數，哦，即係真係要自己親身行過去嘅。咁我有好多間店嘅時候，咪要係咁走過去收錢。照買咯。この金で。哇！どうだ？呢啲錢就係我嚟買起你噶啦！哦 ，office 收數嘅，落街就係買鋪。哦，好。有列出咩嘢鋪頭可以收嘅，好嘅。哦，我大概明白啦。哇，咁啊200万噶，咁咪一路不斷賺錢咯。因為我支出好似50万啫嘛，啱啱見到好似。哇，呢個預期利潤有100几万喎，咁梗係玩呢個啦。唔係有得揀咩嘅咩？嚇、啊！一個人可以去兩個地方嘅咩？啱啱我唔係已經揀咗佢呢個高田有美去啊？佢係可以兩個一齊用。咁人幾時可以請啊？地圖冇指所在地要自己揾嘅，每次都淨係可以升一次。咁我幾時可以請啲靚仔啊、勁人翻嚟啊？收數不似預期，但要走。咁冇咯，又玩完噶咯，可以重方用嘅，好。哦，要支线揾人帮手，哦，咁样啊，哇，唔错喎，做得。哇！佢话好中意做秘书，我都想有个咁样嘅秘书。哇！秘密嚟噶。哇！社长加个心心，我都好想有个咁嘅秘书。同身一马社长，
有阵时请嘅人系福嚟嘅。咁话咁差唔多咯，都七点啦，我准备要食嘢啦。唔错，今日我哋个主线终于都有啲推进啦吓。哇，见到自己都好头好开心。记埋我录，咁我收台先啦。八鬼夜宴。都是经营类，系啊，临收之前打下人字。食底线啦，你系啊，我去食啦。好肚饿啊，三点几饿到依家。咦？哇！做咩啊？点解无啦有西装有乱入帮我打嘅？西装友系边位啊？做咩无啦乱入帮我打嘅？你记得《八鬼夜宴》个结局自尸体啊？其实个结局有个档喺度噶，有影片档噶，我可以重播嘅，搵日播多一次俾你哋睇。你真系咁想睇啊！我个警卫啊，佢跟我做乜鬼啊？我一个都打百几二百个咯，黐线噶！好啦，今日去到呢度先啦，快啲去食饭啦！今晚开唔开啊？睇下点样啦吓。我揀嘅，哦，好啦，好啦，咁再见啦，去食饭先啦，好肚饿，拜。